那个舒淇，你觉得？我挺喜欢的，就我觉得有时候当男生他很安静的静静的坐在那里展现一下自己的才华，那种还是特别迷人的。对，像黄渤，他每次展现才华的时候不是都是跳舞的，没有从来没有静静的坐在那里。厉害啊，他那时候我们在拍戏，其实等的时间还是挺多的嘛，他就画了一幅画，再过一阵子他又捏了一个雕塑，就这种东西就会让女孩子觉得说，哟，你有那么多面啊。你这才说，早知道我多画点儿。